嗨，我是晶晶，大家好。从 coronavirus 发生后，为了爱加谈淡薄，真侪人开始去佚佗股票，嘛愈真侪人无工作，愈收伫银行的定期啊，哈利利息佫四百少，愈爱加谈，愈爱大股票行加谈淡薄，特别愈唔知安怎开始，愈听愈朋友讲，一个好，哈利好，伊人啊夹少就搞啊，大浪就无啊，嘛愈我介绍愈一个专业，去教愈，提点愈，互愈建议，哈咪股票是啱愈的，伊人有 WhatsApp 的团，互愈伫内面参详。公司共头，每个礼拜伊人本有 online 的班，互你去了解马路股票行发生虾米代志。你免讲家己一人去乌共头，家己研究、家己想、家己答了，希望天顶会家己加了共头互你。那阵你有影爱谈论，你应该参加这对股票有知识的人。马路 brokerage 的 commission 本真正个，无像个古早你阿公阿妈年代的四百管呐，爱知个这安怎开股。股票户口来讲，伫这个 video 下底 comment 的位有一个 link 订落去，加加订落去，爱投资都要有知识，卖戆戆野女沉落海。阿莲哦，拜拜。